要拿什么装备呢？哎呀，这样吗？这样感觉不能卖分了，已经有二星钟无厌了。装备。拿个，哎呀，应该拿个护盾。二星钟无厌非常的猛，要不这把我们尝试让钟无厌打核心吧。哎，钟无厌一棒一砰 bang， 哎，钟无厌是很猛的哦，兄弟们。这七八九十卖了，来个小鸟，两个英雄好像打不过，往后拉。完了，输了。只有两个英雄，果然难打。哇，这人四人口了，有点难搞啊。让我们相信钟无厌吧。想吃利息啊，怎么办，兄弟们？来一个人口吧。连胜天赋异禀，连胜哪一手？我觉得我们可以连胜了。进攻鞋，攻速鞋，来进攻鞋给帽子可以。哇，这把我怎么吃经济啊，兄弟们，好难。这样战吧，我想吃经济啊，兄弟。这个人应该打不过我们，你看他的钱28块，他代表他肯定还有很多钱在手，他打不过我们应该是很正常的。钟无厌已经八阶了，这太精彩了吗？什么太精彩？这样我永远都吃不到利息呀，兄弟们。不行，我觉得要卖英雄了，卖一个小鸟吧，我们再把它洗回来。哎，可以，墨子被火舞拉脱了。哎，赢了！我觉得我们的阵容非常的强了。
应该不需要花钱，这人抬人口了，应该打得过吧，兄弟们。花钱吧，花钱吧，保连胜重要，没用啊，来一个连播。这人在刷长安了。哇，这么肉吗？哇，开大一炮，可以，兄弟们，墨子 MVP。 哇，这人已经有盾三了都。我这样有点难搞啊，兄弟们。这样有点难搞。看墨子了吧。墨子控住。哎，哇，墨子。墨子和狄仁杰单挑。墨子胜，可以。我们的经济收益是非常的高了。喂，怎么卡了？我好怕、啊，这卡的我，卡的我心惊胆跳。天赋，辅助坦克连胜。我们的连胜绝对不能断了、啊、断的话就危险了。寒冰冲击，血魔之怒，受击回蓝，电刀碎心，电刀吧，这个给墨子，墨子是我们的核心啊，兄弟们。老夫子饿了，多少血量，老夫上老夫子吧。哇，这人也是连胜的呀。哇，不过他有在吃长安，他比我们厉害，而且他六人口了。哇，这完全就恐怖啊。哎哎哎，我打不过啊。哇，这人硬生生的把我们给打败了。橘子也来了。其实我们能上四福商了呀。可以，火舞来得及上场，还行。看一下装备，哇，终于怎么那么脆？哇，对面三星小鸟，哇，哇，这妖怪吧，完了，好像有蛮多家扶桑机下，有三家扶桑机下，兄弟们。这要我怎么玩呢、啊？来得及回血还行，哇，这不简单啊，兄弟，这把不简单，这把不简单。
哇，三家扶桑之下，你们疯了吧？哇哇，我去！太精彩了！吼吼，走位！哇！完了呀，我的确不服啊，兄弟们！橘子不要拿了吧！这把三家扶桑之下，太恐怖了吧！我的天，为什么要和我抢啊？而且有一家，有两家和我是并列战的，这有一家三星小鸟，太恐怖了吧。装备看一下，碎星名刀。哇，太恐怖了吧！这家射手怎么打呢？就这样吧，我觉得不花钱了，不花钱了，感觉。不过我们的天赋是很烂的天赋。橘子是有名刀的，可以。橘子极限输出了，不知火舞竟然三个人头，想抬人口啊，兄弟们，想抬大人口，我们的质量不追了吧？老夫只剩六张了，八张，哇，这三家扶桑之下，后厢决斗真的问题很大。哇，这是什么阵容？哎呀，完了，摆错位置了。先把小乔给秒了。橘子极限输出，吸血。哇哇哇哇！哇，我这周瑜。这人已经八人口了，我这才搞笑呢。第十八回合抬人口吧，金币拿一手，我们急需金币来压压惊。哇，这有人拿到三星不知火舞，我醉了呀！我醉了，兄弟们，还没有扶桑之下被抬走，这个人全射手也太膨胀了吧，直接被抬走，这个人，都不好收牌呢，现在，想抬人口吧。这把太多人玩扶桑之下了，醉了。打过了没？没打过。
还行，多秒了一个，这样的话就还行。这指挥躺赢已经九人口了，收牌吧，收牌吧，完了呀，不好收牌啊，剩下四张了，小鸟剩两张，还没有人去世，这才严重啊，兄弟们，还没有扶桑机下要去世，这太难了。对对对，我们不是说不刷了吗？我们应该是对，哇，这人的品质太高了吧，他针对我们的墨子啊，哇，两个技能针对我们的墨子，我的天，完蛋了完蛋了，我看来他是要针对我们啊，这人是要针对我们的，倒非常的严重，可以攻本身了，我这人针对我们到如此地步啊，我醉了呀，好可怕啊，完了，我们打不过射手的啊，诶，好像打得过墨子，可以啊，墨子很秀，只是这个射手后期是真的很难打，没牌了没牌了，兄弟们都没牌了，太惨了吧，这家25滴血，赶紧的啊，我等你们，没牌了都，怎么收，没牌了，可以，我们直接和他对决了，这手很关键啊，兄弟们，先把墨子秒了，这手很关键啊，兄弟们，他上了一个武则天，为什么上武则天？没事，他给我们机会，我们一定要把握。哇，这火舞，赶紧抬走！哇，他们还抬不走。难道要我抬人口吗？这也太难了吧，兄弟们！这人没有什么三星的，应该可以很快的抬走吧。宫本四个人头。墨子控住，哇，我这公孙离怎么没人切公孙离啊， OK 抬走了，诶，有一家扶桑机下走了，
可以可以可以，有一家走了，有一家走了，等另外一家也走吧，来互相伤害，差不多要被抬走了吧。这把需不需要上武则天，兄弟们？有射手啊，射手我不是很打得过。没有装备。可以，我们对这个，如果能够抬走的话，我们再收牌好吗？再见了，朋友。赶紧的抬走，抬走。哎。哎哎哎。完了呀，这 OKK, 他已经被抬走了，兄弟们。抬走了，抬走了，抬走了。可以了，可以找牌了，兄弟们。完了，还是找不到牌啊。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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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觉得我们是打得过的，兄弟们。可以可以，有了有了。打得过吗？哇，这人好难打啊。怎么按不到？扶桑机下的人都已经走了呀。完了，我们应该放出来打了，这样子打我们太吃亏了。这样子打我们太吃亏了，我们太吃亏了，这样打。这开玩笑吧，我们要拿法术，我们要拿法术装了，兄弟们。
没有法术装啊，怎么办？霸者哪一手？帽子可以，帽子给武则天啊，兄弟。武则天大招丢出来了，武则天再来一个大招，我这曹老板完了，打不过曹老板，这很难受啊，兄弟们。可以可以，有机会有机会，给武则天啊，兄弟，装备。武则天只有一个帽子罢了。又是他，兄弟们。对的是金像。武则天开大招。哇，武则天一个大招这么痛，可以可以可以，有机会有机会。哇，我们这手武则天补的补后期的确需要武则天啊，兄弟们。阵容已经没有什么办法提升了，全队往后拉，让武则天站第一位。就这样，应该打得过吧。我们让武则天开大，哇，这伽罗怎么死不了？这人应该能抬走吧？哎，抬走了，可以，应该能吃鸡了，兄弟们，卖了。刷牌库，做三次，最后一把了，兄弟们。哇，武则天一个大招这么痛，起飞了，耶、yeah, ，吃鸡了 ，yes， 来了两通电话，完全不影响我们的状态。武则天后期，扶桑机下正式的扶桑机下是能吃鸡的，兄弟们。我们武则天是没有装备了，一个大招，打了万吨的输出。直接吃鸡好吗？哎，兄弟们，价值相等，输出还输呢。不过二星武则天简直就是暴力，我们用一个字，暴力。OK， 再见。